这一课我们讲述太极脚。我在七八年前，四五年前，在中华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，第一篇话说太极脚，第二篇再论太极脚。我为什么反复说这个呢？因为脚在太极拳是根，今天我着重把脚讲的尽量讲清楚，请同道朋友拳友去研究去悟。上一讲我们讲了太极八方线，讲了一点脚，下面我着重把太极拳的修炼再说一下。但这里一个观点，你要修炼太极脚，你必须有一个观点，从脚往上节节松，节节贯穿，有这么一个拳诀，叫什么呢？叫肩，关节要松，皮毛要弓，节节贯穿。这个贯穿我理解关节一节一节贯穿，虚灵在中。后来我在书上在太极解密十三篇中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体能，练太极拳的人必须具备这个体能。现在我说说脚，我为什么管它叫太极脚呢？因为太极脚是根，你练太极拳，你没有太极拳，你要强调脚的功能，脚的作用，所以就讲这个太极脚。你比如说拿无氏拳来说吧，吴建拳他的师兄叫王茂哉，他们俩的支，咱就说这个支，咱就说说王茂哉这一支。我们不说更多的成拳者，我们两个，一个是杨雨婷，他们呢，因为这些人我跟他们不熟悉，杨雨婷这支呢是他提出来的，脚松平落地，这是晚年，就是八十多岁到九十几岁他跟我说的，脚要平松落地，不是脚抓地。另一支大概在我也在东北，可能在哈尔滨吧，他们提出的五指抓地，同样一个老师脚下就两种结果。那么杨雨婷老师他提出脚的平松落地，他有根据的，前面提到什么一举动周身俱要清灵。那么如果我从根底来说，脚抓地就不清灵了，起码你这五个指头用力了就不清灵了。所以杨雨婷老爷子在他这一生当中大概有八十多年的经验，学和教的经验，他提出了脚平松落地。我在杨雨婷老爷子脚平松落地的基础上又加了无图南这个传授，脚趾左脚的五个脚趾，右脚的五个脚趾，脚趾要松开。这个两个脚趾多少小关节呢？脚上每只脚有十三个小关节，这十三个小关节有二十六个小关节。我提倡松脚的时候，二十六个小关节也要松开，看，要平松落地，落地，不是踩地。这个请同道、朋友、拳友去悟，去体察。就是你把两个脚不要踩在地下，不是踩在地下，是什么呢？是放在地下。我体会啊，把脚放在地下，你的坐、你的走、行走坐卧，你的脚都要舒展开。把脚放在地上，你脚要踩着地，脚底带土，这样的往前走，这也是一种走法。那么你把脚放在地下，你看放在地下走也是一种走法，这样走呢很轻松很潇洒，周身放松。如果你有事着急这样走，气也上来了，挺胸走，
走，走得挺快，这样呢，你身上不容易放松。那么，怎么样修炼太极脚呢？向大家进行提示，请你到星级酒店大饭店，像北京吧，我们北京有很多这样的大饭店。你进了他大堂以后，他的地毯这么厚，你走上去很舒服，很软，有一种什么感觉呢？飘飘然的感觉，成仙了。走上去以后很舒服。那么你练拳的时候，在普通的道路上走路，你也有这个感觉。你如果说你在边远地区或者中小城市没有这样的大饭店怎么办呢？你可以买这个化纤地毯，那么零头啊，你把三四块放在一起，有一脚大就行了。你站在上面，你体会像这种感觉。还有你在农村怎么办呢？你到那个厚草地，很厚的草地上，或者你收了麦子呀，收了庄稼呀，你把它落上去，你踩，你在上面站着，你一体会那种松软，有点弹簧的意思。你把这种意思留在脚下，留在你的记忆当中，留在你的感觉当中。到陆地走走，也有这种感觉。我在陆地走道上，我应该体会我还在厚地毯上，我在厚地毯上，我在厚草地上走。你把这种感觉要留下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脚下双清。那你练拳的时候，你推手的时候，你的脚要有这个感觉。如果你还是站在地下，你还是抓地呢，小指你推手就输了一半，你输了，你还没交手就输了，再一发手你整个就失败了。我们就说说这个太极脚呢，那么我们脚有这么多毛病，看脚下有这种病，我们能够带病练拳吗？不能。我们说好多单位啊，科学家呀，老师啊，还有很多企业家呀，那个各行各业敬业的人，他们都带病工作，有病不看病，带病工作，这个从表面看是很好的，敬业的，可是从长远看，他们的病要加重。那么我们把这个你的双动和你的脚都不正确，踩地作为病，作为脚病来说，你带着病练拳，你不会把太极拳练好，看，不会吧？绝对不能这样做。你要想深研，想研究太极拳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请你注意，要把脚做正确。我们在太极八方线已经讲过了，你的重心脚，脚下，看重心，周围，看八方线。那么这个空间就是你的，别人不能侵犯，这是你的空间。你脚，现在我们注重脚，脚底有几个步行向大家介绍一下。站在这个线上，这个脚在这儿，那个脚在这儿，这种步行叫平行步，它基本上就是与肩宽，大概是三十与肩宽，三十，两脚再往里留半个脚，看这样，这叫自然步。用这个步可以去站桩，平行步也可以站桩，中间有一脚或半脚宽，这叫自然步。这种步伐跟我刚才说的一样，你要站在草地上或者家里的地毯上，有那种感觉，有点往上的意思。下面是坐步，你往前一点，好，这个中心点在耳下，从耳下到这儿，脚出去30度，这叫坐步。脚尖上仰，你的重心要好，你的这个脚尖高，
这个座部从四方来看，前面脚尖、膝尖、鼻尖相对，这个年纪大的人呢练得比较困难了，那就是说他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。但是你要练，他呢转过来脸朝这面坐步，开始坐步，从右侧看，脚腹股沟顶一条线，正面看是脚脚尖、膝尖、鼻尖三尖相对一条线，这左右都是这样，往左边看，对，一样一样，脚腹股沟顶指一条线，脸朝后，这个是脚尾闾顶一条线。你呀坐步要有四条线。好，现在坐步变弓步，坐步变弓步更能体现他这三尖相对。好，要三尖相对，三尖相对的好处就是在推手中运用自如，你身形是中正安舒，这个单腿重心，它体现我们练拳当中的安舒中正，心神意气安静，外事安舒，这个呢请拳友们要审视，要研究，要用这种姿势，这是弓步坐步，平行步、自然步、马步，两肩宽，你的底牌弓不好，你可以一肩半，可以一肩半，看小点儿，小点儿，好，你这个要求是两肩，如果你的功夫没那么好，可以一肩半或者更小一些，但有一个原则，这个腿跟脚尖一条直线，看是一条直线，好，裆要撑圆，这是马步，脚尖膝尖，脚尖膝尖，这是圆，裆圆自然圆，这个就是说你把握你这个地方要正。好，现在侧弓步，侧弓步，好，刚才马步呀尾闾是中心点，看尾闾是中心点，来再做一个，转过身体往后面去，中心点在这儿，马步，这个呢脚底的中心点在这儿，不是在两个腿上，现在是双重，中心点在这儿，来侧弓步，右侧弓步，中心点在右边，左侧弓步，中心点在左侧，看好，现在做这个动作呢要两肩宽或者两肩多，你的功夫深，你的功夫好，脚底下你可以大一点，功夫小你可以小一点，但有一条，我们太极拳不管你的动作都要走得开，走不开你就高一点，像我们年龄大的架子要高一点，这个要走得开，再来高一点，右弓，右弓，好，为什么要右弓呢？我们这一套拳里边有两个下势，下势弓右，弓右腿，好，看这儿，手这样，好，这样，这样呢为什么这么高，有的很低，你高低都可以，你要起得来走得开，你看他起来就有点困难，
因为他刚练这个起不来。我说这个太极拳呢，每个步你都要走得开。来，我来做，我来做这个，看，这是右脚重心，到这儿下去了。好，你推我，推着这，全推着我，往后点，弓步，好，推着我了。我现在想起推我，起不来，为什么呢？我用力了。太极拳讲究什么呢？轻灵，阴阳变化，用意不用力。我用意起来，我现在用意，用力起，他推我，他是阳，我起来用阳，我肯定起不来。为什么？我是劣势，他推着我，我是单腿，他是双腿，他弓步，两个脚底有两个力点，两个手有两个力点，再加上一个支点，他有六个点，有六个力点，他推着我胳膊，压着我身子，我肯定起不来。这个怎么起呢？要放松脚，我说的太极脚，你脚上了地毯，脚一上地毯，你看他没有办法了。还有几个步，现在做迂步，现在是迂步，好，就这样吧。迂步是45度，脚尖和实脚的脚尖，虚脚的脚跟在一条线上，转过去，再往前一点，好，这是坐步，迂步45度，这是坐步，重心脚，这是虚脚，请看，这个脚尖和脚跟在一条线上，这样做。在这儿，虚脚的脚跟在一条线上，这是迂步，现在是一字步，正面坐，还是先放在这儿，放在中心点上，还往前放到中心点，好，往这边，弓步，坐步，先坐步，这坐步就是一字步，弓步的一字步，弓步一字步，这两个呢，两个脚要这样做，这样出去，一字步横着做一个，再往里一点，好，一字步，这是什么呢？上步七星，退步跨虎，做这个，你手要自然下垂，左步，弓步，好，一字步，现在还有虚丁步，这脚不动，这样，脸朝那边，虚丁步，这样虚靠他的内侧，脚跟藏在内侧，虚丁步，还有一个倒八字步，就这样都行了。好，倒八字，八字步，八字步，如果这个脚，左脚重心在重心点上，八字步，歇步，好，歇步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这是重心脚，这是虚脚，虚脚的做法不一样，有的脚尖点地，有的前脚掌点地，都对。好，另外呢，我说要虚脚虚劲，虚脚要虚劲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样你一推手就知道了，我做这个，我做这个，做一个坐步，来，过来，实脚的实足，虚脚的虚劲，你现在这样
好，脚后跟放在杠杆儿，脚尖挑中，挑中间。看，我如果有力，我有力放在脚上，站不住。对方有一点力，你得注意。现在我呢，实脚实足，虚脚虚进。再来，注意一定要挑中间，一定要挑中间。注意，我现在虚进了，我现在重心在这儿，那么没有空的，它没有着力点，看，没有力点。现在呀，要跟大家还要介绍一个，请同道朋友、全友注意，太极拳是渐变，虚实渐变，不是虚实突变，它没有突变，渐变。坐步变弓步，来，一样，坐步，坐到这个中心点上，好，坐步变弓步，收腹股沟，这个脚啊，被动的，现在收腹股沟，这样，再起来，收腹股沟，好。这个往前面，好，收腹股沟，被动落，减这个，加这个，实脚减，虚脚加，现在虚脚变实脚，虚脚没有了，一松到顶，上步，对，好，回去。这个脚是360度的边缘，这是东边缘、西边缘、南北，那它走的一个360度，小360度的环。弓步变坐步，弓步变坐步，回来了，它是一个弧线。现在坐步变弓步，又是一个弧线。弓步上步，好，这脚请注意，这脚走到这儿平的，这样又是一个弧线。再来一遍，现在你看，这也是弓步，这是360度的东边缘，走一弧线，走，再走一遍。脚注意啊，脚是这么过来的，不是拿起来的，拿一下，脚平着过去，对，看没了吗？他走了一个180度，在180度回去。渐变，好。我为什么多做几次这个呢？现在有一些人呢，他主动，我坐步，我坐下了，我变弓步，就弓起来了，这个腿变得自然。我们走路，我在八方线已经介绍过，我们走路是什么呢？我们走路，正常人走路，现在我虚右脚，使左脚，把右脚迈过去以后，实脚变虚脚，逐渐的虚，这个逐渐的落，松这个脚，右脚实，左脚迈出去，虚，右腿实，左腿左脚实，从这以后插过去了，那么我们连续动作。包括刚走路的小孩子也一样，他走得不容易了，但是他的方法是一样的。你看，这个我们人走路，你看，人走路这个慢动作，这也是个电视的慢动作。快走就是正常走，这么走，看，这么走。那么我们的走路也是渐变。
虚实渐变，太极拳也是虚实渐变，道法自然。我为什么叫自然太极拳呢？拳都是自然的，一定要自然，是被动的。那么我现在弓步看，脚下重心点，我弓步我要变成坐步，我一松脚到顶，到顶，你看这脚起来了，他的脚自己起来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你拿起来的。我如果被动的起来，一松脚到顶过去了，看，再变，收这个，收这个腹股沟，一收过去了，减这个，减，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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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我再介绍一个太极脚相关的。太极脚是说这个脚，但是呢几个辅助的部位你知道吧？我太极脚包括什么？脚踝，太极脚，脚平行落地，脚趾要节节松开，这说的脚那没错。往上去，这个杨雨婷老爷子的拳呢，他是松脚到顶，不是从顶往下松，从脚往上松，很科学的。我们的前辈说过了，起根在脚，由腿、腰、总须完整一气，节节贯穿。那么我们的脚呢，松脚、松小指，这是太极脚相关的关节要松，松脚往上松，松脚，松踝骨，有人叫它脚腕子、手腕子、脚腕子，但到底这脚踝要松它，脚一松到脚踝了，略胀，因为有略胀的感觉，就是松开了。再往上松膝，要松膝，膝一松它有往上的感觉。松垮，这两个垮肩往外下去了，一松下去了，这就是脚踝膝胯四个关节。咱周身有九大关节，我先说这四大关节，往上就是肩、肘、腕、手、腰，腰是中心，中心的一个最大骨头的部位，大关节。往下就是胯、膝、踝、脚，往上就是肩、肘、腕的九大关节。我现在讲的是太极脚，就说四个关节：松脚、松脚趾、松脚踝。看，脚踝松开，松膝，有往上的感觉，往下去。那么相关的还有什么呢？要溜臀，要溜臀。臀部往下溜，我管溜臀叫后重心，叫后重心，有两个重心，臀部是后重心。溜臀以后裹裆，这裹裆啊，有很多人不大明白怎么裹。我们北京，我们北方，在过去啊，生活在困难的时候，不像现在有尿不湿，折成一个三角，折成一个三角呢，放在地上，看，大概这么一个东西，看这样一个东西，但这个是直角，一个方形的折成一个三角。小孩躺在这里以后呢，这个地方给他包起来，包住小肚子，小孩在这儿，这个往上一包，就这样，看，我们叫它为裹裆。这种裹裆方法你找感觉，那个你自己去找感觉，但一定要这么裹裆，溜臀裹裆。裹裆以后就收小腹，收小腹的同时，这两个是腹股沟，这两个是腹股沟，腹股沟这时吸收，这腹股沟叫前重心，溜臀后重心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将来练拳，每个动作，你比如
落部和弓部，我们不是这样蹲身，不是，是什么呢？收腹股沟，一收，这样从脚往上松，下去了，这叫吸收，收收它，接下来松脚，还是它，脚松吸，松吸，脚，脚，踝，我现在要往下坐步了，脚松，踝松，吸松，胯松，溜臀，裹裆，收小腹，收腹股沟，下去了。他从脚下去，不是身子下去了，脚下去了。起来的时候松脚，松踝，松膝，松胯，溜臀，裹裆，起来了。说你这个，我说我在练拳多年呢，我体会没上没下，不能有上，不能有下。你想下去了，上去了，这个小孩都会做。你可以把一年级小孩找来，看，蹲下，大家都会蹲。不是，这不是太极拳，不是蹲，是收腹股沟。坐下去了，从后面看，像坐一个凳子，看，坐一个凳子，收腹股沟。看，坐下了，很轻松地坐下。坐的时候，我们大家要注意啊，很多拳家，太极拳的练家子，他一坐就这样了，这样下去了，平的，影响他的成绩。另外呢，我这个就是坐步。现在有很多年轻三四十岁吧，膝疼，为什么呢？他经常在跪膝。陈氏太极拳家陈兆奎，他练拳有五十病，他总结了五十病，我很崇拜他，我很敬重他。他作为陈氏太极拳呢，他首先在文字上找出了不要跪膝，他认为跪膝是病，双重是病，他提出来的。所以你这么样做，双重跪膝两个病，一个是双重，一个是跪膝。双重是病，王宗岳先贤他是明朝人，早就提出了双重是病。你不能体悟到双重是病，那么悟你没有悟到。所以咱们注意啊，这个陈新大师也属于陈氏太极拳。陈新大师他有一个三十六病，看三十六病，他在三十六病中就有一个脚底下的事儿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脚底脚下，没有蹲，没有往下蹲，就是坐就往下坐。这个是收腹股沟，腹股沟怎样练呢？就是坐步变弓步，看弓步变坐步，收吸腹股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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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天长日久，你的腹股沟就出来了。你现在坐步还是弓步，这个膝盖不着地，膝盖不着地，力量在哪儿呢？在大腿上。你的重心支撑力，这一百多斤都在大腿上，看，都在膝上。现在有很多朋友膝坏了，我要大声疾呼，朋友们，练拳别把膝伤了，请你按我的方法练，我的方法是保护你的膝的。你看我现在这样，你看坐下去了，这劲在身上的哪个呢？都在这两腿，很硬，这没有，这是松的，你看这是松的，这是重的。将来请你们注意这一组，松脚，松脚趾，松脚，松脚趾，松脚踝，松膝，松胯，然后就是溜臀，裹裆，收小腹，收腹股沟，这一组你一定要注意，不要蹲，不要起，你蹲下以后你起不来。看，咱们试验一次，蹲，
蹲下，好，我现在看这个，起，起不来，是不是起不来？你再起，起不来，松脚起呢？松脚起好一些，现在我做这个动作，好，我蹲下，看，我蹲下了，按着，使劲按，用力，那么，我能起来吗？我这样起，我这样起也起不来，也起不来。我松脚，我松踝，我松膝，我松胯，起来了，很轻松的起来了。两人按我，按住了，用力。好，我起不来，肯定起不来。我是劣势，他们俩是优势。当我松脚、松踝、松膝，他们俩也不行了。看，轻松的起。这个你们都看到了，太极脚的威力。我现在做这个教学的一个盘，将来你们很多朋友能见到我，见到我说你蹲下，朱老师，你按，你来按。我在杭州讲学啊，六个人，12只手按着我，我轻松起来笑着，他们不理解。现在大家明白了，你只要脚松开，他们按着无效，对你身上没有力。刚才我讲了，脚、踝、膝、胯、溜臀、裹裆、收小腹、收腹股沟，我为什么反复讲？加深你的印象，加深朋友们、全友、同道你们对太极脚的认识。我把这收腹、收腹股沟作为前中心，看，溜臀后中心。你把这练好了以后，推手，你练太极拳必须要推手。100-200斤体重的人推着你以后，你能接住他。你没有这东西，你接不住。你没有太极脚，接不住。没有溜臀，接不住。没有裹裆，没有收腹股沟，你接不住。所以说，那么，按你的说法，你是不是腰为主宰呢？腰的主宰是老前辈，我们的前辈提出的腰的主宰，我的体会呢，腰我不把它当主宰。因为杨雨婷老人在授权的时候，腰是空腰，腰不能有东西。那腰什么是主宰呢？神是主宰。看，腹股沟前重心，溜臀后重心，神为主宰。我为什么不说腰呢？大家可以熟悉一下拳论，命运源头在腰膝，刻刻留心在腰间。腰间的间就是时间的间，房间的间。房间时间是空的，你的房间没住人它是空的，住的人他的空间很大。看，间，间呢也可以说是一个缝，不是实的，实的叫墙。间呢有空隙，是不是？时间它也是空的，你看不见摸不着，它在走。另外呢，命运源头在腰膝，膝是空隙的膝。那么我们从老前辈的拳论我们体会，腰是空的，它是空间的空，它是空隙的隙。另外我们学推手的时候，老拳家跟我们说，把腰藏起来。往哪儿藏呢？是不是？但是腰就是没有腰，一有腰你就被人推倒了。大家可以试看，被人推倒了，你必须腰间、腰膝、空腰，你才能站得住，你才能立于不败。所以我们在讲太极脚的时候，讲一讲腰，大家还是有好处的。因为你要松九大关节呀，腰是最后才能松开，
很困难。你要不能溜臀，你就松不开。有这个转腰的说法很多。我们转这个圈，你怎么转？你腰是死的，你是一个腰，你有腰，腰必须空。我跟杨老师学拳呢，我这个89年当中，一个是老爷子，80岁到90岁，他的晚年都是很精华的东西。另外，我去也很勤快，也很尊敬老师，他很喜欢我，他让我从脚到顶。这样，杨雨婷老爷子这个支啊，就是我学，起码我学拳那个，他讲究听劲。我去了很多省，很多人练太极拳呢，我说听劲，什么？听什么？他以为用耳朵去听，不是，用手去听，学他学腰，摸着腰听腰。你练肩，扶着肩。空胸扶着胸，练脚扶着脚，不行就踩着脚都可以。你去感受老拳师他的各个部位的感觉。为什么要听？我们在太极手还要讲这个手的触觉锻炼。所以我到杨雨婷老爷子那里，我听他腰听得最多，问他你这个腰怎么松的，听着他就这样坐着往前挪挪，听着我手就摸上去听他的腰怎么样，从一个整腰就是合腰变成开腰，腰就是动，阳动，阳动，他这个动超过他的身体了，很宽很大。阴腰是一个细长，细长筒子是一个细长筒子，所以他的腰呢很空，你想推他是不可能的。我跟老爷子打过打40手啊，我的动作老是站不住，老是那个脚啊站不住，跟他打40手啊很难，脚老在动。为什么？他腰空的，看他脚底下空的，他老在那飘，飘得难受。那个太极拳的大家们大师们，我称为仙人。你像这个无图南无老爷子，你往他跟前一站，扶不扶脚就起来了。那个汪永荃老爷子也是这样，一扶他就起。他们有两只太极脚。今天的课就到此。